one day you can visit me here.各位兄弟们早安，刚刚 review 了一些库克的手牌，演给大家看演得很像，现在我要把自己的本性展现出来了。各位，开斯，给开斯一罐啤酒。其实我还有点沉浸在刚刚那个 review 的过程，还在慢慢的进入这个开工环节，你们知道吗？你们懂吗？给你们证明一下，我刚刚真的很认真的在 review 一堆 GTOV 的，看到时间没有？9:21，我们是很认真的在 review， 真的很认真的在 review。其实我还想继续 review， 可是时候到了。再次强调，娱乐城皆为负 EV 行为，整个 N8 唯一能打赢的只有德州扑克，下面这些东西，上面这些呢，基本上都是打不赢的，好不好？那基本上今天是新年特别行为啊、哦，兔年特别节目，兔年特别节目。好啦，听说转轮很嗨、欸，有没有转轮高手？哪一个转轮是有料的？量子转轮这个哦，妹妹，我最低投多少啊？1块钱，好，我们先投10块钱。我不太知道这怎么玩哎、欸。我连我下棋我都忘了，我下棋啊，24，好像跟我没关系，但我就输20枚。啊，我赢的有多少钱？我赢的是中一个是35倍哦，35倍是一般。干，你们怎么都那么高手啊？啊，这应该要写规则吧？这感觉都要算 EV 的，因为他应该不可能 free 免费送你这些 EV 啊。玩家回报率97.3%，哇靠，好，怎么还有这个97.3%？好猛哦！哎、欸，这个是良心局哦，97.3%哎，有的会漏内裤。干，你们到底要多变态才可以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漏内裤不漏内裤的、啊？靠腰，都是97.3%，那就一样啦。那我们就玩这个量子什么小的吧。OK， 他们说1块钱刷一圈是不是 ？OK， 这样哦。哇哦哦哦哦哦，这样是多少钱？靠腰啊，我这样下在中间的是算什么？靠腰是边角料，怎么全部都是边边角角？四啊，18块！我为什么这样有18块啊？我这样有18块？我边边有压到4哦啊，一个多少钱 ？OK 啦，反正就是我每下一次就是乘以0.97啦，反正我知道了，这就是这么简单，排一个 OPP 那有什么问题？好爽，好爽 ！OPP 赞赞赞，感觉有在闪我哎、欸，他是不是知道我是大户啊？靠腰在闪我哎、欸，哪些比较正 EV 啊？二这样是多少？反正我现在是56块，我看这个比较快，36块还行。那这里来一个右好了。你要写个飞体，再写一个吉祥，三赢18块，我们要加快速度。我写出去了。超级好笑 ，OK 啊 ，OK， 15吗？哎、欸，15啊？哎、欸，为什么？为什么没有100倍？我压边不算哦，你压边，当你压边1:10单压 ，OK， 所以 EV 是完全一样的吗？如果 EV 是完全一样，就算了。我现在怕的是有那种 EV 不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游戏一定要单压，就像是玩21点，你绝对不买对子跟买什么红花对子，
不买这种三张七，就是那些买的是更负 EV 的。如果比如说我这样乱滑，对不对？都是 97.3， 那我就乱压了。我们是抱持着输 90.7% 的钱来的，但是不能输超过这个钱。这妹子干，还是这妹子是投影哦？干，这妹子是投影很狠哎、欸。九十是大小啊，干你娘嘞！九直接，不要！真的心态会炸，真的心态会炸。25。毛小赢哎。Thank you, Captain Obvious. Thank you, Funky Time. I thought you were eating, I don't know, rocks, leaves. Yolo, 老哥。十二，我先看哪个我会关台。十二、十八、零。Coffee. I need to eat, I think. But I'm afraid if I'm going to eat at work, then I will have that problem, you know, that pigs have. And the ball drop in 18 red, a low and even number, place on a third column, second dozen, part of Voisin du Zero section.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Problems with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What's wrong, Alex Sonia?Try to change your nickname. And for now, we have no more bets. That one say, one day you can visit me here.我是上面的人，我是上面这一位，下面的都是 loser。我是上面的这个，打不赢就一直grind，锦标赛打不赢就一直 grind， 转轮打不赢就一直 grind，NL 一百打不赢就一直 grind， 两百打不赢就继续打。经济转轮，这个是负多少？46900.212.1，然后45050.9，不是，就是要玩这个哦，这个就是好赢的哦。哎呀，你们不懂，这是有成本的。你找一个正妹，你的成本就比较高，那你的那个投报率就会得设比较低，你们懂吗？那个厂子为什么要抽那么多的水？原因就是因为他找妹奶都很大。我只能说，我们这种暴力的下法，对不对？因为你那个这种玩法，你次数来回越高，因为你都是负 EV 的，所以你次数来回越多，你就是一直把你的 EV 冲刷掉。所以我们就是要短期暴力曲线，刚好现在21点不太用动，140万，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输到。靠腰什么刚好输GG 大师是豪客赛表情包 by future， 我不知道什么叫 by future。 赌徒最后都会输光，回报率不就是这样算的吗？回报率就是这样算的啊，假设你回报率是 99%， 就是你每下100块他会退你
退你99块啊。然后为什么赌徒最后会输光啊？本来就是输光啊，靠腰，你无论多少数字乘以 0.99 无限乘下去，最后就会趋近于零，不是这样吗？看，这不是很基本的道理吗？有人需要我认真解释一次为什么玩这些游戏一定会输光吗？就是我从来没有抱持我要这个靠这个获利，当然能赢钱就是幸运。上次有直接玩过啊。OK， 上个厕所。5 minutes later， 那我转200转，理论上96%多应该要输，96%多，个十2000要乘以0.96，应该要输80美吗？这样是只输80美吗？可是这里有个很大的问题，他会用最大的 jackpot 来 bonus 来 break even 掉你的 EV， 就像是 N8 被抽 jackpot 水一样，就是你其实你的长期就是在一直在付一杯 EBV100， 在你中一个 jackpot 之前，看起来我只应该输80美，但实际上长期来说我会输非常多的钱，我的理解了。反正你们别玩了，我讲老实说，你们千万别玩。我是知道自己就是来送钱的，然后开台娱乐跟大家聊聊天，因为这种平常我打扑克真没办法关延迟的嘛。啊，这个是可以关延迟的，因为没有对手。你们想看我输钱我也没差，反正这都是数学而已，没差的。是你们别玩。就是你们可以娱乐，但你们别抱着想要赢钱的心情来玩。我是真的抱着就是输钱的心情来玩。哎，进不去小游戏，哎，太过分了吧，哎。我们玩一下最低级别，让你们看一下小游戏是什么。这个动画是真的做的蛮不错的，但是我看其他国外的玩好像都长这样，是 N8 的机子都太垃圾，但我也不是很 care， 因为感觉他花更多成本开的话，可能就抽你更多的钱，所以也不是很那么 care。我感觉他要逼验我了，这个他要逼验我了。我跟你讲，这个是来逼验我，我已经感觉到了。这就是 N8 啊，在搞我心态。他知道我是 VIP， 永远不会 quit N8， 所以他就一直这样搞我。我上次只有玩到4格就没了，这个就是来搞我心态的。我心态真的没了。这个是来搞心态的。我非常确定，我上一次玩的时候是，就是下完全没有全部打开来过。这个，但其实我还是不太知道这个东西在干嘛。你不觉得很白痴吗？他开成这样，然后14.7块。知道吗？我这根本是赌博末世路，我拿自己的钱来教育你们不要赌博。老夫子靠腰，这什么？老夫子靠杯，哈哈哈哈！这他妈一定超级破 game， 干你娘！欢迎来玩，哈哈哈哈哈哈！好了，我们玩一个情怀好不好？我们直接2块钱，直到特色游戏，直接不演。我来看一下这个情怀，我们直接情怀一波。
这设计的就很烂，有叫一个五同类的，结果没有叫的比这个多，你不觉得这个设计很烂吗 ？QQQ 是什么意思？反正我知道现在要中一个 Q 就对了。免费游戏。我选哪一个？来，贾斯汀选一个，贾斯汀选一个，选一个，中上这个 ，OK， 出发。靠腰，怎么是你啊？这感觉是最丑的哎、欸。靠腰，选到我本人。那我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在干嘛。而且我一直看到他，好烦哦。拉不兹，拉不兹，拉不兹，拉不兹。哎，我们到底多少开始的、啊？哎呦，好，这样只有三十元。这样子只有三十元。长这样子只有三十元哎、欸，这是合理的吗？我知道了，因为它是白痴小游戏啊，特色游戏。这样算特色游戏吗？刚刚那个是特色游戏吗？其实我不知道哎、欸，是哦、喔，刚刚那個就是特色游戏哦。啊，还有蓝，就蓝精灵哦、喔，蓝精灵是最狠的哦、喔。看我那 Discord 的大头贴，就是蓝精灵，许愿喽。想到我痛苦的过去，许愿喽 ，baby。OK， 不玩了，今天就到这。不玩转轮啦，我已经累啦。今天毒瘾结束，好不好？八个 Instagram 劝世赌博 bad。我们跟自己约定，下一个100万之前，或是明年新年之前，我们不打开任何。好啦，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啊。